中国是茶叶种植大国，历史悠久并且品种多样。云南便是其中之一的茶叶主产地。说到云南的茶叶，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一个特殊的茶叶品种——普洱茶。在云南，普洱茶主要出产在澜沧江中下游流域，云南普洱市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普洱茶出产地。在中国，有确凿的史料表明，普洱地区茶叶种植的历史达上千年之久。但在100多年前，从印度传来一个声音，印度的茶叶专家认为，印度人才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叶的人，因为人们在印度的阿萨姆找到了证据，这证据足以证明茶叶原产地不在中国，而是在印度。这个长期以来在国际上有一个争论，是吧？就是说茶树原产地是在印度阿萨姆，但是我们中国说是在我们中国茶界的这些元老都说是在我们中国，但是印度他不承认，说你们拿不出证据。直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，人们还都在被这个争执困扰着。为了寻找印度人所说的证据，中国的茶叶专家首先把目光停留在了云南的茶叶主产地澜沧江一带。走进云南的茶园，你就可以看到，这里与我国其他茶叶出产地一样，漫山遍野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茶园，生长着数不清的茶树。这些绿油油的叶子看上去也和中国其他茶叶产地的没有什么两样，但在茶叶专家的眼里，云南生长的茶叶与众不同。我们云南的这个叫云南大叶种，云南大叶种，那具体这普洱茶就是这个云南大叶种的代表，主要生长在于普洱府辖区内，大概有23个县。通过调查，人们发现，这种被称为大叶种的茶叶，在我国主要出产在云南的澜沧江中下游流域。大叶种它是这个最原始的、最古老的中国茶树，那么它通过大叶种传播到中原地区，就是中叶种传播到沿海地区，小叶种从茶树的生长发育情况来看，这是大叶种是老祖宗。从大叶种到中叶种再到小叶种，中国茶叶在这条路径上显示出了一种明确的传承关系，其他品种的茶叶都是由大叶种演化的。所以要想证明中国是茶叶原产地，证据首先要在中国茶叶老祖宗的生长地云南寻找。这里是地处云南澜沧江流域的景迈山，走进山中，你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茶园，闻到的是茶叶的清香气息，触摸到的是岁月古老的茶树。这里的布朗族人认为，他们在景迈山上种植茶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前，所以这些茶树、茶叶不仅是他们的生活和生命，更是他们精神世界里的神灵。每年的4月17日是这个民族祭奠自己茶祖的日子。布朗族心目中的茶祖叫帕延冷，茶祖就是最早种植茶叶的人。如果能了解茶祖的历史，对寻找证据也许就会有所帮助。
苏国文的祖辈曾是景迈山上布朗族人的头领，因为家族的关系，苏国文对布朗族的历史十分关注，对查祖帕炎冷的由来更是颇有研究。我们布朗族认为帕炎冷是我们的第一代祖先，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这个首领啊，上藏啊。我们布朗族人口虽然很少，但是为什么能够留到今天还成一个民族，我们认为是帕炎冷在当时是顶天立地的啊，顶天立地的啊。他这个跟他这个因他这个思想啊，也是比较高瞻远瞩的。他认为来到这点了以后，我们布朗族啊，必须先种茶，然后从此以后，我们布朗族就以茶为生，以茶为命了啊，以茶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了。帕炎冷所以要带领族人种植茶叶，苏老师在文献中发现，这故事发生的时间就在1700多年前。那时布朗族的先人们为了远离北方强势民族，一直向着南方迁徙。当他们来到澜沧江边时，整个部落已被疾病折磨得濒于灭绝。这时有人无意间吃了一种树叶，使身体恢复健康。帕炎冷得知后，便让部落所有人都食用这种叶子，结果人们的疾病很快消失，部落重获新生。从此以后呢，我们布朗族就拿这种植物的叶子作为唯一的战争药品。那么当时因为我们还布朗族啊，对这个植物它没有办法区分，把所有的植物，凡是绿色的这些叶子都叫做拉，那么由于这棵树跟其他植物有不同的作用，它有特殊功能，能够把人那身上的疾病消除掉，那么为了和这个其他的植物区别开来，那我们帕炎冷就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做拉，拉，就是那个拉呢，发音发下来降低了一个调，就叫拉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把这种树叫拉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这个棵树就是我们现在，人们喝的茶叶了。这样一段历史讲述了布朗族人发现、栽培并驯化茶叶的原因，也证实了他们种植茶叶有着1700多个年头。那么，在布朗族之前，是否还有人更早地在云南种植茶叶呢？